咱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你是台湾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回古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维新圣教一清大学第26届所有贤士同修，庚子年的武汉肺炎疫情，把世界的调和法则全部都打乱了，人乱，心理乱，经济也乱啊，所以这个机是天意，天意在启示着众生，启示着人类要有爱，要有慈悲啊，不要与人结冤仇啊，不要仗势凌人，也不要凭着你国家大要欺负国家小的人民啊，欺负了小国的人民，但是你瞒不了天，欺负不了天，到最后天啊就会光降天灾天瘟给人类。所以在庚子年天运到了啊，为了警告世界人类啊，不要再发生相互的斗争，相互的欺凌，大欺小，所以就用这武汉肺炎这个疫情来蔓延到整个的地球。现在地球196个国家每天还将近有20万的人民患了传染武汉肺炎的疫情啊，全世界人类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办啊，只得默默的承受，唯独台湾还有王禅老祖、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加持灌顶，以宗教的修行法仪啊，来护守全台湾的人民平安，终于台湾平安了，台湾平安，这是我们大家所欢喜、所要感恩的。但是其中有一项
最重要的，以宗教的修行法仪，由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大家依法修行，自春节开始就一直诵经，诵到昨天为止，有2375万部的经宝功德，等同台湾2300万人，人人啊分享到一部《鬼谷先生天德经》，这是天公经，来回向守护着台湾2300万人民，大家平安。然后啊，以这一个经宝啊，再以宗教的修行法仪来转施回向啊，给地球195个国家人民的天恩煞神，作为解冤释结，我相信啊，我们这个大家共同的发心，用心努力的诵天德经，大家继续再诵，2375万的在台湾已经够了，啊，接下去我们还要有所剩余的功德天，啊，尤其我们也将以2375万部的功德天的经宝来回向给世界196个国家的人民天恩煞神，名扬两界的解冤释结。那么将在九九重阳的时候啊，这国际性的天恩煞神啊，就会急剧的降下来。那么要如何降下来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节点，必须要有法仪。所以王禅老祖也最近又开始了啊，祈求世界196个国家，包括台湾啊，天恩永续，天灾永续，五谷丰登的大法会。这是台湾人民愿望成功妙的心，终于法仪出来了啊！我们在7月24日是王禅老祖开天38周年啊的圣诞日，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千火禅堂深寒，每日
恭送鬼谷先书天德经以及维新圣教三十三经以外，啊，我们也供养了香花果串，啊，也接受构戒来超度堂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累劫冤亲债主、无缘住宿英灵、工厂地基主，还有三界万灵、烟灰转动诸灵，并以每日的下午由师父来禅解攻占鬼谷先书天德经啊的再进一步升华，攻占王禅老祖天威，啊，以此来回向给各位同修家中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回向给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众等，也作为解冤释结、同登净土的彼岸。所以这么在在都在提示我们啊，大家要有这个信心啊！我尤其我们维新贤士，我们在七月二十四号开始九十九天的法会，你们随时随地有时间都可以回来一起在千佛禅堂，对地球一百九十六个国家天温煞神焚香祭拜啊，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然后啊，共同来祈祷世界的和平、台湾的平安、两岸的和平。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维新圣教的弟子对于啊人世间的百业兴发啊，我们要以易经风水学啊，易经来作为我们指点正确的人生观，风水学来了解我们所有的居住环境、公司工厂、办公厅舍啊，居家环境的调和法则啊，这个都是我们学习易经啊，学习道的珍藏奥义啊。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课程几乎啊打乱了，还好台湾的疫情已经平安了，那么我们九月份就开始正常上课，大家共修。我尽可能排除一切万难，每个礼拜我都会在台中道场或是附近道场来为各位上课，
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学道要有太阳的光，不计众生的悔恨贪欲，一概给予方向，给予普照啊，这即是我们中国道家三年三观大帝的紫微大帝他的法，他的法就是日辰之法，师长掌握一生的幸福和平安。所以在这一次深谈要做祈福法会紫微大帝圣灵开示光降禅机山仙佛寺祝我唯心贤士同修大家共转天恩永续，天灾永续世界真和平。所以用意是在启示着众生的生灭启示的众生的日常生活用意。所以这叫紫微，紫微大帝，这是无量光，无量的净土，和无量无边的众生，时时学习台湾的兵，阎罗星空妙地在紫微大帝，他的光环普照满三千大千世界，所以这个叫紫微星今天我们唯心圣教唯心弟子在王禅老祖的天威加持灌顶之下，紫微星大帝终于表露禅机自我唯心弟子大家头脑清醒大家福慧增长，念念都是光明，念念都无私念念都有爱，那么我们大家即是紫微大帝的圣身法身和化身了啦听有没有
啊，你们要赞叹自己有做善因缘啊，进入维新圣教，王禅老祖今年坐下来修道，来走一趟漂亮的人生。那即是紫微星的在世，那么这个是八八六十四卦，每个人的头顶，八八六十四卦是圆周体、圆满体。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学到我讲的已经那么多，时间会很慢，当你们悟了听了，你悟了，你就是日月同归。这个就是日，这是月，日月同归即以我们的首部，即以人的全部人生一生。所以学易经，你要懂得宗教的法义、修行法义和禅学的真理大道，否则的话，那大拜任何一尊神，你没有办法完全去印心。所以你要和紫微大帝印心，唯一的一部经啊，七十二天师啊的维经宝告，这部经七十二天师，八八六十四卦，加上物极都天都地八卦，合起来七十二卦啊，那这整一个圆满体，人的周围圆满体，每个人都有。今天每一位，我看你们是头顶上加冠紫微大帝的帽子，每个人都一顶啊，每个人一顶加冠，那么加冠进入啊，加冠进入，那即是紫微大帝啊，来加持我们各位同修，祝福各位同修福慧增长，智慧增长啊，才有佛家四归一，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那叫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我们的烦恼是从头手发生出来的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边誓愿学，你要断这个烦恼，你一定要把易经学好，你就能够自我斩断一切烦恼，活到无上誓愿成，修成正觉。
这是我们的四归一，四大宏愿啊，这个即是日存的功德天，也是紫微大帝他的圣法。今天我们班上有一位紫微殿紫微大帝的管理者啊，林师兄，我问他，请教他紫微大帝的法是什么啊，他是只能拜拜，没有进一步去了解紫微大帝他的法在哪里。所以我既然我们这一次庚子年世界196个国家啊，天恩煞神的解冤释结，我们要法会了，紫微大帝以光降到维新圣教来啊，以我们当这打拼，要打拼紫微大帝啊，务必先向各位同学们加官啊，给各位进入，进入就是平安啊，加官就是智慧。所以我们学道，你要圆融的道，圆满法啊，不是只偏向一方，你只偏向一方，道就不完美。所以我们学易经啊，很重要的就是学易。学习百万里兵，演过星空妙地仙。年月日时，年长360年他的兴衰吉凶，月它长啊一年之吉凶，日长6年吉凶，时啊，当下12天，这是不变的法则。所以你们卜卦出来啊，一到年旺的，它将有360年的好运啊。若是啊，我们的忌神啊年旺的时候，就等于说360年衰一世人而已啊，这是天道的循环嘛，排列法则。
所以年月，月就是人和，人和啊，月不好，月的不好啊，你就人和，将近几乎要一辈子的不受人尊重啊，所以我们了解到自己命卦或者占卜终身财富，是要得到月令来相克啊，那就有20年甚至30年。若是做人不会反省啊，踩进去了就一辈子万劫不复哎。所以我们学易经学道，你要从这个里面来悟，来领悟自己，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若是日辰啊，日辰来相克啊，那最起码有2年啊，一生中你遇到不如意的，每次必有2年。所以当你知道这个原则，那我们就可以修身养性，趋吉避凶啊，从自己的思维说话啊，发菩提心，大家要多念经，少说一些没有用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自我趋吉避凶。所以老子真经开示了，万事由我不由天，超越五行之克，由我就是大无畏之我，我是有智慧的者。所以各位同修，当你们遇到不如意的时候，第一先忍下来，第二马上用意占卜，要用意啊，你看到卦象来克四爻的，看他是属于年来克、月来克、日来克，各有不同的吉凶祸福啊。然后我们就可以自己当自己的导师，也可以当你家人的导师，也可以当亲朋好友的导师，那你即是替天行道，代佛宣法啊。我愿我们同学们，我们要学活的法，不要学死的法。学死的法，你没有办法去找到一条解脱之路，
学活的话，啊，随时随地可以转危为安呐、啊，这是我们修道学道的上圣功夫啊！我愿各位同学们，我们还有22年的岁月啊，虽然我讲的会讲的很啰嗦很多，但是这都是人生的经典法宝啊。尤其我们今年会把风水学啊掺杂一起来讲，大家来共修，了解环境学，了解居住空间的哲学，了解生存的空间啊，这即是风水学，即是易之道。学习带万里兵，演过行功妙地仙。所以本为心圣教这是风水学，易经学，好，咱们中间是宗教学，你风水学、易经学、宗教学，这三宝为心三宝啊，希望各位同修们牢牢记住啊，你们当下所进入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要修所要学的方向在哪里？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对宗教学非常的有研究，但是小孩子两位都很凶，都不听话，而老爸呢把四书五经都搬出来讲给儿子听，儿子呢才不甩他，告诉他这是古人的思想，古人的生活方式，你要叫我现在人来相信古人的生活方式，那是很困难。所以这一位先生很无奈的，孩子管也管不了啊。当时我们台中道场还没有奠基前，这里临时建筑物办公厅啊，他来请教王禅老祖，他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我用意一沾，我说先生啊，你家的白虎洞哦，白虎洞呢是谁？而且白虎是死水光连连啊，家里鸡犬不宁哦，
啊，老师啊，你没有到我家，光3块钱，姥姥哎就要决定我的家庭的解决我们的问题。我说这就道，啊，这个叫风水学，挂上白虎洞。啊，玄武也动，啊，就是这样。白虎方动，玄武方也动。啊，白虎洞，孩子不乖；玄武洞，孩子头脑有问题。啊，是啊，后面三台偷水机，虎边三台抽水机，所以孩子在家里。坐不稳，烦恼一大堆，每天吵架，弄成鸡犬不宁。我说你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你读再多的书，四书五经到了放在桌子上，并没有解决你的风水问题。孩子的心境平安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所以阿赞老祖告诉我们，你要知一切法，学一切法，才不会被法所束缚啦。风水学的奥秘不是强变啊，任你怎么样的变，你读了再多的书，你再有钱，还是抵不过风水磁场的乱流电波。所以这一位信徒先生，我告诉他，你回去把后面的三台抽水机啊，移到这边来。啊，把这个移到这边来。那让你的龙就坎卦，坎水动。就有生气，这个离火，火动，火克金，火克金，啊，这个金水相生，所以你就平安了。你赶快回去先叫人来改。啊，回去改，叫人来改了。过了一两个月，又到仙佛寺来了。啊，两位孩子，啊，带着老爸来拜老祖。我很高兴。我说两位孩子长得蛮帅、蛮聪明的嘛。啊，那么两位孩子呢？师父啊，我这个顽固的爸爸，我们两位儿子差一点被他害惨了。一回到家里，不知道怎么样，家里全部磁场乱了，让我们家里待不住，兄弟吵架，父子吵架。啊，母子吵架，
全家没有一个人心平气和啊，自从老爸把两个机器改过来之后，我们的心境都平静下来了，过去的事情好像没有发生过，但是想起来很窝囊啊，这叫做风水学的奥秘。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风水学你们也学了这么多了，都可以用在自己生活上，可以用在你的孩子身边的朋友，用在你的员工啊，这个即是道的圆满。所以紫微大帝的圆满法就是人人平安，众生与你平等。所以紫微大帝的帽子上面有很多呢，一颗一颗一颗，一颗一颗一颗，这就这是众生平等啊。所以我们要身为紫微大帝的弟子，人与人之间一定要平等的对待，不要狗眼看人低啊，不要瞧不起他人。尤其国与国或者团体与团体啊，你不要大欺小，大欺小已经是逆天了啊。所以紫微大帝啊的圣法心法就是教我们一律要平等的对待，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够成圣成贤成佛，成就无上的菩提大道啊。祝福各位。